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众生作如是言，如来昼夜度诸众生，而众生界有不尽也。无量众生愿于菩提，无量众生生于天上，无量众生入波涅盘，何因缘故而不尽也？是诸外道、婆罗门等作如是语，我当问难沙门瞿昙如是之意。尔时有94亿诸外道、婆罗门等来诣王舍城，尔时世尊悉然微笑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如来微笑？若无因缘，如来终不现稀有事。愿世尊说何故现笑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弥地利今日王舍城，必有大众集会。弥地利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众集会？为天、龙、夜叉、若人、非人。佛告弥地利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此诸天、龙、夜叉等悉来集会，复有84000诸婆罗门、9000亿诸尼前子来欲谈论。我悉降服诸婆罗门，为其说法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9000亿尼前陀皆得须弥多波帝，18000亿龙王悉来集会，闻我说法，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60000亿禁居天子亦来集会，复有30000亿恶魔及其眷属亦来集会。有12000阿修罗王悉来集会，500大王及诸眷属悉来集会听我说法。既闻法已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尔时弥地利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又绕三匝，寂寞不现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向佛合掌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彼500国王名字何等？佛告一切勇：谛听，善男子，一名欢喜王，二名善欢喜王，三名优波难陀王，四名胜勇王，五名梵将军王，六名梵想王，七名善见王，八名善欢喜王，9名欢喜将军王，10名欢喜阵王，11名频婆娑罗王，12名波斯那王，13名增长王，如是等有500大王。11大王有1000亿眷属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为除增长王。从于东方有3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南方有5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西方有6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北方有8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下方有9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，从于上方有10000亿菩提萨多俱来集会。彼诸菩提萨多悉住十地，一切皆诣王舍大臣至如来所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。尔时世尊告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男子，汝诣十方诸佛世界，告诸菩提萨多，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十方菩提萨多合掌恭敬，汝于须臾速还，即此众会听法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从座而起，顶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忽然不现。
十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告诸菩提萨多言曰：今日如来于王舍城演说大法，汝等今者应赞善哉，令汝永得安乐利益。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到十方国，供养诸佛，告诸菩提萨多言已，还归此土。譬如壮士屈身必请至王舍城住如来前，时一切婆罗门诸外道悉以集会，天龙夜叉阿修罗人非人等皆悉集会，五百大王及其眷属亦来集会，三万亿恶魔及诸眷属亦来集会。尔时王舍城地大震动，时十方诸佛世界与旃檀墨香与天妙花与如来上成大花台，金刚力士执金刚杵在如来前。尔时四方有四风王入王舍城，悉吹城内粪秽土沙，远至城外。尔时十方世界欲种香水，十方世界与优波罗花、居物头花、芬陀利花在虚空中化成花盖，于虚空中有八万四千亿狮子之座，七宝所成，一切座上皆有如来宣说妙法。尔时三千世界六种震动，时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于王舍城现稀有事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善听。譬如有人无我自高，家居贫穷，日至王门，既到王门，自高直入，使守门者寻桌打伏。王闻有人直入王门，王作是念：此人直入，必欲相害。时王称讳，斥诸臣言：汝将此人断其命根，并其父母兄弟姐妹，其人眷属皆悉忧愁，悲泣啼哭。汝来说法亦复如是：无我自高，欲诸凡夫得见佛身，耳闻说法，自身高慢，说种种语，住无我地，此不听受，亦不说法。若人说法一计一欲，亦不听受，作如是言：如此之法，我已先知，何以故？住我慢地，或是多闻，自纵放逸，与愚痴人共住，不闻正法，自以多闻放逸，不如法说，自作手笔而自说之，一切世人欺狂，自身作如是言：有才施我，我是福田。彼愚痴人自狂其身，亦狂世间，使他信施不能消故，命狱中时生大恐怖。诸人告言：汝足计数，何不自救？答言：今日计数不能自救，忧悲苦恼。众人欲言：为一人故，父母兄弟亲理眷属无事诸路，众生如是尽恶之事，堕于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如是如是，诸婆罗门诸尼千子，我今告汝，汝莫放逸。譬如鸟子未生羽翼，不能高翔，飞于虚空，汝等如是无有神力，不能飞至涅槃之界，所以者何？汝所行法非必尽道，终归破坏。汝等临终自身毁心，我等虚受如是生命，修行不得天乐，不受人乐，不得涅槃，我等此生便为虚过，我当生何道，受何等身？尔时世尊告诸婆罗门尼前子诸外道言：阎浮提中满中珍宝，汝等莫失所望，于佛法宝中莫作易学，汝等所宜
昔问如来，佛当为汝分别说之。尔时，一切婆罗门、尼乾子等，从座而起，天坛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礼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昼夜多度生死众生，众生界不减不增。世尊，何因缘故，众生等尔时生灭？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大士庄严，蔚然法具，欲问大士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当来世无小众生、无老众生作生灭者。佛告要上：众生有老作小，如是生灭。善男子，如人木把着新衣服，从舍而出。愚人欲言：善木头发着新净衣。又如有人洗木头发，着故洗衣。善木头发，衣服非妙。如是如是。要上：众生老者于言菩提，以为非妙。少者虽妙，现有生灭。尔时，一切婆罗门、诸外道、尼乾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老？何者为小？佛告诸外道：所言老者，烁烁往来恶鬼、畜生、地狱之中，受苦无厌。尔时，一切诸婆罗门、天、龙、大王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更不能受生死苦恼。彼诸尼前作如是言：无小众生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观此众生如是难度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如来今日分别解说，汝善谛听。有九万四千亿心学众生，在如来前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何因缘故，此诸众生不理如来，亦不问讯，请觉所疑。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，若作是说，无小众生。如是之人是小众生。彼人问言：我等诸人是小众生。世尊，我等是小众生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汝等是小众生，以不能知自身量故。尔时，九万四千亿心学众生皆得实地，住于虚空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众生快得善利，得尽生死。世尊，此诸众生离于生死，得住实地。尔时，一切婆罗门、诸外道、尼乾子、诸龙、国王、恶魔眷属来到佛所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一佛听此法门，愿我等辈皆得如来妙色之身、形色、相貌，愿如如来应正遍知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善男子，汝等来以佛所听此法门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汝等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尔时，如来说此语已，诸外道、尼乾子等皆得无生法忍，住于实地。十诸菩提萨多以自神通永在空中，高七多罗，于虚空中化成七宝台，奉施如来，在于虚空中作种种神通而自变化。尔时，诸天于虚空中当如来上，欲众妙花念佛如来，于其自身起佛声响，无量百千诸天子以花散佛，作如是言：得大利益，沙门瞿昙真是世间大良福田，具足三昧自在之力。如是等众生见具方便，说一善语，得离生死。尔时，要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从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
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，此诸天子何因缘故作如是语，现诸神通，善赞如来。佛告药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彼诸菩萨无赞叹我，自赞其身，以其自身作法王位，以其自身坐于法座，以其自身放法光明，诸佛所护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觉说法。尔时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大德世尊日夜常度无量众生，然诸众生犹不可尽。尔时世尊告药上菩提萨多摩诃萨多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，能以此意问于如来。善男子，譬如有人大富饶财，多有奴婢，多有田宅、园林、谷米、大小麦、豆、稻黍、胡麻，比于春时一切种植，至时则熟，熟不收获，个个别成，成以食之。至于春时种植如前，善男子，众生本业亦复如是，受乐报尽，复作善业，种诸善根，种善根已，增长善法，增善法已，得大欢喜。要上以欢喜心于百亿劫乐报不失。善男子，如初八亿菩提萨多不堕恶道，总持诸法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初八亿菩提萨多而见梦也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男子，初八亿菩提萨多于其梦中多见部位，何以故？尽一切业，不可以身而受众苦，以是罪故，梦见部位。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初八心菩提萨多梦中见何等部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其人梦见赤然火炬，彼菩提萨多应作是念：以此火炬烧我一切烦恼。要上，是名第一梦见部位。又见水流垢浊不净，彼初八心菩提萨多应作是念：飘我一切劫浮烦恼。要上，是名初八心菩提萨多第二梦见大部位也。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见何部位？佛告要上菩提萨多言：于其梦中自见剃发。要上菩提萨多见已，不应恐怖，何以故？应作是念：剃贪嗔痴堕六道身。善男子，如是菩提萨多不堕地狱，不堕畜生，不堕恶鬼，不堕龙中，不堕天中。要上，初八心菩提萨多为身清净佛国土中。佛告要上，当来末世后五百岁，有诸菩提萨多心愿菩提，以八心故，得众多人毁入打骂。要上，于彼但因为其说法，菩提萨多不应起于嗔恚之心。佛告要上，我于无量百千亿劫行诸苦行，善男子，我不为资身、国土、财产，未知诸法实相故。要上，我行苦行，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善男子，我闻此法，即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要上，此法甚深，如是法门难得闻名，若得闻此法门名者，一切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要上，世人得超千劫生死，生尽佛国，善知灭道，知第一道是第一善根，成就无比神通，知无比灭。要上，于汝亦云何？云何明灭？要上菩提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
法处明灭。佛言：要上何等法处？要上白佛言：世尊，法施法处，如世尊说，勤行精进，勤持戒，勤忍辱，是名法藏。佛赞要上菩提萨多言：善哉善哉，善男子。佛问此意，汝善解说。僧伽乍经卷二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吃素的狮子。当你看到这张照片，你会想到这头雄壮的狮子跟这只弱小的绵羊是一对好朋友吗？这只狮子名叫小淘气，是只出生后不久就从狮妈妈身边抢救出来的狮子。因为狮妈妈当时从野生的栖息地被关进了动物园，由于离开了美丽的大自然而盛怒难平。狮妈妈杀死了每一只刚出生的幼狮。小淘气出生时，幸好乔治和玛格丽特这对喜爱动物的夫妇救了他一命。幸亏我们来得及时，要不这个小家伙也得被他妈妈咬死了。我们该把这个小家伙如何处理呢？我们把它带回我们的牧场吧，我想把它养大。就这样，小淘气被乔治夫妇带到了秘鲁大牧场。小家伙，我们要回家了，你一定会喜欢你的新家的。乔治夫妇所经营的秘鲁大牧场位于华盛顿州的格林河附近，创建于1957年左右。小淘气在那里一天天长大了，并和牧场里的马、牛、鸡、绵羊、猫、狗一起过着彼此相亲相爱的生活。小淘气在牧场里最亲爱的挚友是小绵羊贝奇。天哪，就是你怎么能把这只狮子跟绵羊养在一起呢？难道你不怕这只狮子把绵羊给吃了？你有所不知，小淘气从出生就不肯吃任何动物的肉，它是一只吃素的狮子。不吃肉，那它吃什么？它的食物是含有适量蛋白质的各类谷类、钙质、油脂和粗饲料，然后再拌入半加仑牛奶。它还会吃牧场里高大多汁的牧草，以保健它的胃。来，小家伙，吃吧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一开始我也不太理解，不过后来我读了《创世纪》第一章第30节后，才接受了小淘气吃素的事实。圣经上说，上帝创造动物来当人类的伙伴，人类要负起照顾大自然的责任，并且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计划中扮演特殊的角色。圣经中多个章节都曾证明过这点，比如在以赛亚第11章第7节和第65章第25节有这么一段话：牛必与熊同食，牛犊必与小熊同卧，狮子必吃草，与牛一样。然而很不幸的，小淘气9岁时在好莱坞停留3周进行表演期间感染了肺炎，
而在数星期之后丧生。他的生命结束了，但精神却长存。小淘气从生命的第一刻开始，就将他所获得的爱与关怀反映出来。基督教都承袭了圣经中，以爱护并尊重一切生命为基础。在吃素这方面，佛教更是推广的不遗余力，进而推广戒杀放生。小淘气的故事更帮助人类领悟和平共处的国度确实存在，人类与动物之间应该建立和谐共处的关系，并且要维护自然生物界的健全、安定和美好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